老鼠为我们带来的表演，谢谢陆老师和陆老师的学生们。韩又安，你手上拿着什么东西？这是金元学校给我们的礼物，是一个既环保又实用的购物袋。等大家离开的时候，经过走廊，我们的老师们会派发给每个小朋友们。今天我们这场精彩的元宵晚会能顺利进行，要感谢老师们辛苦工作，感谢家人的全力支持。请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老师们，也感谢你们自己。祝大家狗年旺旺，阖家欢乐，吉祥如意。